fun.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？今天遇上一个人，真是厉害。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，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，今天就回不来了。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？这个人长着雷公嘴，看样子像个和尚。娘娘，快快快去，快去快去，快娘，哎，快娘娘，快，我可快扶我进去，快快点。娘娘，请喝吧。这下可好了，妖怪给吓跑了。哎呀，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！他们是路过的，要是捉不了妖怪跑了怎么办？哎，不会不会，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？对对对，是这么说呀。是啊，唐长老，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啊！要多住些日子。长老啊，你们早些来，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！就说我的儿子吧，被卷走十天了，还不知是死是活了。哎呀，唐长老啊，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！不要唐长老，你们要捉住妖怪，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！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啊！大家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！众位施主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了。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，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。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，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。娘娘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娘娘，你放了我吧！我家里边有年迈的老母亲。娘娘，这个人没用。娘娘，你饶了我吧！你放了我吧，娘娘！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。娘娘，娘娘跑了一个，
我已经追去了。娘娘饶命啊！不用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都是你管的闲事儿。这么大山，这么树松，上哪找妖怪去啊？少啰嗦，呆子，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，快找。走走，八戒，好像有什么动静。什么动静？找找看。走，快。我耳朵大，听不见。疼了，等等我。哎呀，老施主，哎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啊，长老，给点施舍吧。施舍？是啊。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啊，长老，是这样的。我是从外乡来的，因家中遭灾，全家人都死了，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。长老，长老，我是一路逃荒到此，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嗯，发发慈悲，给口饭吃吧。啊，哎，悟净师傅，你去跟老施主说说，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。哎，好，长，来来来，跟我来，哎，来吧，老施主，长老啊，事儿啊，老施主，你看，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，给弄些吃的吧。哦，哎。看你怎么那么面生，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我是从外乡来的。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？老施主，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，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，就给他些吃的吧。那好说。哎，我刚做好了饭，我给你端点去啊。啊，我来端。老施主。谢长老。嗯，妖怪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醒醒，师父，你醒醒啊，师父，啊，师父。就你这么干闲事儿，师父，喝口水吧。不喝了。长老，好些了吗？老人家，放心吧，好些了。师父，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。大师兄，小点声。怎么了？师父碰见妖怪了。啊，师父，师父，怎么了？不要紧了，不要紧。师父，你怎么大白天睡觉？小点声。二师兄，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临走时怎么说的？怎么不看好师父呢？我是一直干什么呀？孙长老，你们不要埋怨了。要不是沙长老啊，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。